朋友们，欢迎回来。之前受美国大选影响，很多 AI 公司都非常低调。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很多突破性的 AI 功能最近偷偷冒头了，绝对不能错过。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哎，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简直酷炸了，立即就想跟大家分享。Runway才推出 ActOne 不久，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功能，叫 Camera Control， 高级相机控制。这个功能让你在制作 AI 影片的时候，可以像导演一样控制相机角度和镜头的运动。它现在是用于 Gen 3 Alpha Turbo 模型，可以选择在场景中移动的方向和强度。我给大家找了几段官方的小演示，来看看它的表现效果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场景的变化都是 AI 生成的，是不是挺牛的？它的实际效果有没有那么厉害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操作也很简单，你只要把自己的图像上传到 Runway， 然后就能开始玩这个新功能了。来到 Runway 的首页，点击右上角 Get Started， 来到编辑页面，在左侧栏选择 Generative Video 生成影片，这里使用的是 Gen 3 Alpha Turbo。在左侧栏找到小相机的按钮，这个就是 Camera Control 功能，点击一下，然后点击这个 Select from Asset 上传你自己的图像，然后只需要按住滑鼠中键就可以随意的拖动调整相机的水平运动，配合键盘 ALT 键加滑鼠滚轮就可以旋转和改变相机的角度。如果你想要更精准一点，可以用下面的滑块进行调整，有平移、倾斜、放大、缩小和旋转。那我随便试一下，时长我选10秒吧，点击 Generate 生成，等待大概半分钟就生成好了，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我们打开看一下，其实效果真不错，我还笑得那么甜。留意到我两只手呢还在动，整个身体的动作也很自然，墙上面的几幅画竟然没有变形，一致性保持得那么好。唯一奇怪的是左下角我的一只猫变成了两只猫。我把参数搞得夸张一点，结果会怎么样？点击 Generate 生成看一下。我变成了一只猫，玩得还蛮抽象的。我跳起来，举起手，一个变身动作，然后整个人呢就变身成为了猫。好了，大家别笑了，看来参数太夸张的话呢， AI 就完全放飞了自我。我再改一下参数，再来一个，点击 Generate 生成。这一次就好很多了， AI 还脑补了我住的房子是长这样的。 AI 对图像的理解能力呢已经很强了，它知道我图片中是有只猫，所以后面它就帮我再生成了一只猫，但是我其实只有一只猫，因为如果它吃醋的话我就完蛋了。
如果还是不明白怎么使用的话，可以点击这个 guide， 这里是官方的一个教程说明，里面有讲到关于各种参数的设置。不管怎么说，这个功能还是值得一试的，毕竟你可以调试的参数很多，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最近可灵 AI 也开始搞事情了，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视讯模型，还带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功能 Custom Model 定制模型，你可以训练自己专属的脸，直接放到影片里面使用。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挺离谱的？不过你还别说，效果看起来还真不错。我是在 S 上看到这个演示的，这位国外网红发了一条推文，他说这是我在这两年试过的生成式 AI 中最印象深刻的工具。可灵 AI 让他提前试用了这个自定脸部视讯模型，它可以文字转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展示效果，注意哦，影片里的都是他自己本人的脸。怎么样，里面展示了好几个例子，比如说主角拿着手机在那里讲电话的时候，屏幕上清清楚楚的就是他的脸，然后是在啃全世界最大的披萨，感觉就是在参加大胃王的比赛。还有一段是他坐在船上航行，海浪拍过来把他溅得满身都湿了，看他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真的很好玩。还有就是坐在跑车上面哭，简直像个社交达人的日常。后面的就更酷炫了，说明了他还可以添加新的角色。影片里面他跟各种猛兽妖怪做了朋友，还当起了超级英雄。这种脸部定制的功能确实让人有点上头。那么在可灵 AI 怎么训练自己的视讯模型实现角色一致性呢？操作流程也很简单，在左侧栏选择 AI Custom Model， 然后上传一些你自己真人的影片，时长大约10到15秒，包括不同场景和角度，确保高画质，光线充足，背景没有其他人，一般上传10到30个，除了你的脸部，连你的手势它都会捉取到。都上传到你的影片库之后，它会有一个指示器显示你模型的准确度，一般在 InLove 以上呢就会有不错的效果。最后点击 Training 按钮，花费999积分，等待大概15分钟后就训练完成了。之后你就可以在 Test Video 文字转影片界面里面选择你的脸部模型，接下来都是常规操作了。我之前也出过2期教学影片了，输入一段提示词，描述一下需要生成的角色、穿着、环境、在干什么等等就 OK 了。而且它是支持中文输入的，目前这个功能还在测试阶段，只有少部分的人才能试用。总体上来讲，真实度和细节都做得非常好，保持了可灵向来的水准，局部复杂的地方略微有点点瑕疵，不过作为尝鲜的功能，这个定制脸还是挺有吸引力的。等这个功能正式上线之后呢，我觉得人人都可以 DIY 自己的分身了，自己在影片里面可以无所不能。也许以后我们拍视频根本就不需要露脸了，拍影片是真的累， AI 直接替我们上场，妥妥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期待这个功能什么时候可以开放，蛮想体验一下的，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开发出更多新的玩法。最近在 AI 影片领域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黑科技，来自字节跳动公司的 S-Portion2， 它可是抖音和 TikTok 背后的大佬。这次推出的这个新工具呢，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久前软尾就推出了一款生成式角色表演工具 Act1， 能把角色表演影片转换成虚拟角色的动画，并且可以保持语音、表情、口型、动作同步。还不了解的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介绍。
字节跳动也有一款类似的产品在内测，声称比 AgOne 的效果还要好。其实它还没有正式的产品名字， S-Portrait 2呢，只是在内部用的代号。它可以将你上传的一张静态的图片，通过其他影片中的面部表情、嘴部动作，甚至是头部的动作，套用到图片上，让图片瞬间活了过来，简直把静止的图片赋予了表情和情感。我给大家找了几段小演示，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你好骚啊。너의그런하찮은실력은날당해낼수가없겠군你恨过天吗？恨过地吗？是不是？Not by the hair on your chinny chin chin. Is that not? Has it ever occurred to you that I have agreed to look after the Overlook Hotel until May the 1st? Does it matter to you at all that the owners have placed their complete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me and that I have signed a letter of agreement, a contract, in which I have accepted that responsibility? 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s got wants and needs, but I held on to your toy. I took all my feelings.My wants and needs and dreams, and I buried them inside you. I planted a seed and watched and prayed over. I planted myself inside you and waited to bloom. It didn't take me no 18 years to realize the soil was hard and rocky and it was never gonna bloom. 怎么样，很厉害吧？这个技术背后藏着的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换脸了，它能准确捕捉细微的面部变化，比如额头上的皱纹、眼睛的眨动，还有头部的微妙的转动。可以看到，左下角是你上传的原图，右边呢就是通过这个 AI 技术处理后的视讯效果，两者之间的变化可以说是完美的同步，简直让人有点小惊讶，看起来就像是照片突然活了过来，静态的图片中角色动了起来，所有的情感表情都原封不动地复刻了原影片的，连表情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真的有点魔幻。从这些事例的效果来看，确实是比目前市场上同类的其他产品呢要强很多，特别是在面部表情的表现上，比很多现有的 AI 工具都要更加的自然，更加犀利。跟 Runway 新发布的 AgOne 做对比的话，可以看到 AgOne 的表情相对还是比较僵硬的，运动的幅度也比较少，可能是为了稳定性的考虑。曾经的 S-Portrait 1.0 版本运动幅度就足够大了，但部分的细节很容易崩。 S-Portrait 2呢似乎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表情呢明显生动了很多。不过这个技术虽然很酷，但目前还在研究的阶段，所以想要亲自试试的朋友们还需要等等。如果它最终能够普及，肯定会引发不少的换脸挑战，甚至可能会成为下一波的表情包的霸主了，大家都会尝试给自己的自拍照加点戏。而且未来发布的影片和图片会越来越难分辨真伪了，更容易被坏人利用，所以对 AI 的变伪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要跟上 AI 发展的步伐才行呀。好，继续来聊一个很厉害的 AI 工具。最近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东西，叫做 Face Poke， 翻译过来应该叫脸戳或者戳脸。国外的技术大神 Martin 发了一条推文，他分享了他用 Face Poke 制作的一个成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 Face Poke 操作很简单，
就是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可以随意的调整图片上的人脸表情，只要点选特定的脸部区域，然后就可以扭来扭去，让它做出你想要的表情。你想让它扭头、皱眉、张嘴、闭眼，通通都可以搞定，即时精确的调整脸部的特征，包括表情、头部动作和微妙的情绪，让你的肖像栩栩如生。而且这个工具现在就可以免费试用了，真有那么神吗？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 Facebook 的网站点击 Try Facebook， 它这里说服务暂时无法使用，没有关系，点这里的 Try on Hugging Face for free，然后就会自动来到它的操作页面，点击这个 Choose a Portrait Photo， 上传一张肖像照。它把我的脸都弄得变肿了，它就是会把脸默认的调整了一下，点一下右上角 Show Face Markers， 可调整的小区域就会显示出来，这些小区域就是这张脸的操控区域。比如说我可以让眉毛上挑下压，调整眼睛的开合，或者可以让嘴巴张开闭上，整个头部也是可以调整角度的，简直就是表情的神器。不过呢，有一说一，我操作下来的感受是有点难操控的，当我使劲拉扯这些操控的区域的时候，表情就会开始有点崩了，搞到最后有点搞笑，那张脸会变得越来越狰狞，玩得有点上头了。OK， 我觉得这个结果满意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 download 下载下来。所以如果你是正经的想修复表情的话，这个只建议轻微的调整，调多了很容易就会让照片显得有些失真了，画质会有点下降，表情会显得有些不自然。话说回来，对新技术也不能太严苛了，它在未来还是有想象的空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试玩一下。在影片的最后，我分享一段 AI 生成的关于更换灯泡教学的影片，人类要完蛋了。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我们很快再见，拜拜。Hey guys,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change a light bulb. First, get stuff. Light bulb. No, wait, this, ladder.Gloves, safety first. Now turn off power. Zap, zap, no more light. Ready, ow. Time to change. Old bulb out, not working. Oops. New bulb in. No, no, real bulb. Too hard. Try again. Twist, twist. Done. It works, huh? Realizes blindfold on face. Ta-da. Light, you're experts now. Illuminate.